攻读圣约望福音。那时耶稣来到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色哈尔，靠近雅各伯给他儿子约瑟的土地，雅各伯井就在那里。耶稣因旅途疲惫，就坐在井旁休息。那时约是中午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，请给我喝一点水。这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，你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这个撒玛利亚女人要水喝呢？因为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不相往来。耶稣回答，你若是知道天主的恩赐，而且知道问你要水喝的是谁，你就会向我求，我就会把活水赐给你。这城里很多撒玛利亚人，他的话使更多人信了。他们对那妇人说，我们现在信，不再是因为你跟我们说的话，而是由于我们亲自听到了他的话，知道这一位真是世界的救主。上主的话。